哎是，哎你们是丰富小镇南门集合那一集，是去那个佛山的吗？对，这个在这边。啊。Hello。嗨。还差一丢丢的就。哦。起个太快了！我居然遇到爆胎了，我靠！那个走的路，你就应该骑慢一点，你们睡个好觉。呀，又没了。